山中霜送白，日暮掩柴扉，春草明年绿，唉，细玉归不归。日日都咁开心就好啦，细玉啊，你觉唔觉得我哋而家好幸福啊？梗系啦，有我喺度嘛。哎呀，我想走啦。我只系想化缘。哎呀，化乜鬼事？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哎呀，走唔得，食啊，走啦！大师，哎，好耐冇见喎。喂，我知呢位大师食嘅嘢，我俾钱。阿弥陀，我同你大师请斋菜啊。喂，我又唔系官，你怪我做咩？大师。这个法院大的。哪个契弟找你订我呢？大师，如果你凡送啱胃口的话随便。阿弥陀佛。这位事主看你玉树临风，眉清目秀，不出三十一定会名利双收。真嘅？梗系啦，我拣嘅梗有翻咁上下噶啦，成熟稳重大方得体。啊，你都唔错喎，你生成王夫益子相啊，你将来咧会有一个仔一个女噶。你听唔听到啊？咁少咋？你唔使担心，你唔同啊，你会有两个仔两个女噶。发达啦！喂，大师。你会不会看错啊？老衲句句实言。不是吧？喂，婷婷，婷婷，大师你慢慢吃，我埋单啊。好。婷婷，事主你要记住啊，你一生命犯桃花。大师，桃花都未开，况且我契仔都不是那拈花惹草的人。事主，你印陀佛啊，大劫将至啊。我不是信的。事主你要相信老衲，可唔可以俾只掌我睇啊？好，研究一下。皇上恕罪，大师，你唔系同我开玩笑系嘛？你唔系当今皇上，但系你嘅掌纹显示，灵尊明明系九五至尊。阿峰，快啲孭佢走啦！是夫人。乖仔，宫入面嘅坏人实在太多啦。所以娘亲先叫阿福带你去扶桑，求教红花会的纡蔓亭叔叔。
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陈家乐。这个锦盒入面有一封信，是可以证明你的身世的。将来你想做汉人或者是满洲人，就要由你自己决定。好吗？你泄露天机不怕接受吗？如果老衲所讲的能够令事主化险为夷，就算接受又有什么紧要呢？你要记住啊，害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不过能救你的人亦是你最亲近的人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什么亲人在这里的了，阿爹又不在这里，你千万不要吓我啊。怎会啊，我锡你都来不及啦。我真的不信啊，除非咩啊？喂，下面咁多观众喺度，俾佢哋见到唔好意思嘅，唔好啊。佢哋喺下边，我哋喺屋顶，边度睇到我？真系睇唔到？你真系唔肯啊嘛？好啊，我唔睬你。喂，我爱你。呀，咁细声，边度听到我？我爱你，冇啲诚意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呀，热情啲啊，再热情啲啊。我爱你。喂，未合法噶。喂，咁我同呢位姑娘又算唔算合法咧？吓，先算噶。诶，你我仲啱噶。细玉，呢个无赖，你同我打佢吧。喂，唔好啦啩。咩唔好啫？你唔打佢，我唔睬你噶。你打佢唔打我打，你打我。喂，男人老狗，千祈唔好打女人啊。妹咧，老爷揾你翻去喎。喂，而家啲人揾你啦，落去啦，落去啦，帮我问候佢啊。吓，搞掂。呢一班我会记住你噶。唔好记咁耐，醒醒。走。Thank you.
有陷阱，各位兄弟，我哋即刻翻总舵。欢迎总舵主，欢迎总舵主。各位兄弟，我唔喺度嗰阵，大家辛苦啦。喺会务上，如果有需要商量嘅地方，而家请大家提出嚟。总舵主，我哋海边开咗个养鱼场，生意唔错，赚到唔少钱啊！我哋山上边嘅养猪场平均一只猪乸生20只猪仔啊！哇，原来红花会有咁多生意噶？红花会系个大家庭，全靠自力更生噶。哦，总舵主啊，我哋旧年买嘅地皮咧，涨价60%啊，为我哋库房赚咗20万大洋。总舵主，既然我哋红花会赚咗咁多钱，不如搞个庆功宴咧？唔得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而家华东有水灾，笔钱就用嚟减灾扶贫啦。哇！我几时先可以坐到契爷呢个位咧？坐呢个位，一日俾人劈10滑啦！喂，咁都抵啦，咁有型。总舵主啊，我仔啱啱满月，就系等你翻嚟同佢改名嘅。冇问题。好趣致喎，就叫泰安啦。希望佢长大之后，天下已经国泰民安就好。多谢总舵主。雨阵海救家来迟，请总舵主恕罪。张大婶点解要杀我？总舵主，呢个都唔系张大婶嚟嘅，以前都冇见过呢个人嘅。雨当家，你应该好清楚，我系人系入唔到嚟啊。雨桐，你唔好转弯抹角啊。雨大哥，咁我哋索性踢爆佢。好，此刻佢个派嚟嘅，你后面喷人。我后面喷人，其实佢一早就唔服气。佢阿爹冇咗红花会总舵主个位，传俾佢。你食屎啊！咩啊？首先，红花会嘅英雄系要嚟反清复明，唔系自相残杀嘅。佢哋唔妥好耐噶啦。喂，老实讲啊，你帮边边噶？我帮边边都冇所谓，做人以和为贵，我企中间嘅。哦，原来你系长头草两边摆。失敬失敬，安全第一。安全第一，佩服。既然大家都唔相信我，我唯有一死事清白。我信你，已故总舵主系个忠君义胆嘅英雄，佢个仔又点会系个暗箭相迎嘅鼠辈？各位，如果边个查到边个系暗算总舵主嘅主谋？我一定亲手杀咗佢。爹，点解婶婶流咁多血噶？咪多事，翻屋企。咪住，细昌，你识唔识呢个婶婶？识，头先婶婶送咗只纸鹞俾我，系佢叫我带佢入嚟噶。而家大家明白啦，谁正我要带？你癫咗？呢个你亲生仔嚟噶，咁你都要杀？你边个？我你都唔识？我就系广东十大杰出青年，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最想识嘅契仔方世玉。你知唔知我系边个？我知，你唔系人啊嘛。跪低！冇大冇细，你点可以同雨桐主咁样讲嘢噶？究竟你识唔识帮规噶？我唔识，我只知细路仔冇罪。你唔识嘛？老帮。叫我做咩？唔关我事噶嘛！你负责将红花会历代嘅帮规话俾佢知，冇问题。记住，直到教识佢为止。系。红花会十大帮规：一、不可对帮主不忠；二、不可奸人；三、不可偷盗；四、不可以赌博；五、我只系救个细路啫，又冇做错事，点解要我听埋啲咁嘅嘢？不可以杀好人；八、不可以侮辱帮主；九。可以勾二手，十不可以督背脊。嗱，呢系先人戒条，你要记住。喂，点解于文婷嘅戒条好似圣经嘅十戒咁噶？于陀主系一个虔诚基督徒，佢引用十戒嚟做乜鬼？但系好似冇人做得到啊！切，咁即系讲耶稣。放肆！狗口长乜出象啊？你竟然当我老豆嘅十戒系讲耶稣？于堂主，细蚊真系唔识世界，你千祈唔好见怪啊！佢唔识嘢，所以陈家洛咪叫你教识佢啦。哼，摆明就系明光暗星。屁
偏全私心，多余。我冇声亦都冇讲，偏全私心嘅系你，因为你唔抵得我契爷骑住你啊嘛。细玉，一人少一句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啦。你唔好以为你系陈家乐嘅契仔就好巴闭啊。错，我巴闭唔系因为我系陈家乐嘅契仔，因为我系方世玉。好一个方世玉，我今日就要你试下我嘅厉害。红花会是烂仔斗啊！要打就去打清兵，而家左手打右手，伤及自己人。总台主见啊，我只不过同你个契仔切磋武功啫。来日方长，第日有机会我先再教你。我要你熟读帮规，你就同人打交，系佢惹我先啫嘛。仲驳嘴，跪低！你知唔知道错啊？我唔服，我冇做错，我救个细路啫嘛，有咩唔啱？你嘅动机冇错，但系方法就错咗。一个做大事嘅人，任何决定都要先顾全大局。照你咁讲，系咪要牺牲到个无辜嘅细路啊？必要时系，我谂你都唔系大将之才，你根本冇资格阅读帮规。你不如翻乡下陪你阿妈买布把啦。细玉，呢本帮规系历代帮要熟读噶。其实你契爷想你第日坐嗰啲位啫嘛，你以为于振海真系嫌你样衰啊？其实佢冇机会读，所以先怀恨在心。你契爷一番苦心，你都唔了解，你都翻乡下卖布算啦。老公啊，呢度啲人个个都虾你噶，不如咁啊，我哋翻乡下同奶奶一齐卖布啊。你都咁讲，唔去咪唔去咯，做乜恶喎？佢哋越系睇我唔起。我就越要留喺度，要证明俾佢哋睇，终于有一日会凭我自己嘅本事坐上呢个位置。啱唔啱啊？话你啱唔啱？乜嘢垃圾都报一报，有乜跳棋就问老母。夫人，出面有人揾你喎。做咩？我今日请人咩？我系唔到方世玉，特登嚟踢馆嘅。你是哪一番？我就是广西黑风岭，人称我中无人，横行无忌，玉面阎罗除非。除非？除非你得过我了。我就是广东宜碧云天貌美如花，福善玲珑，十大杰出青年方仔嘅阿妈，方氏苗翠花。我而家唔得闲啊，大家自己有，俾个面啦。自己有？大佬啊，盘下佢。好。最行走江湖最惊讲一个字。咩字啊？睇住口型，貌字。喂，使得过呢个嘢？夫人啊，我睇全世界智谋都系你啦。我煲汤。哇，咁多人走，死都晦气。夫人，我要单声俾佢听先得。你唔等老爷啊？你话佢先，我去红花会啊。夫人，你同我话俾少爷听，我好挂住佢啊。人生，阿妈靓透眉啦。
睇睇数啊！嚟嚟嚟，客官，三前四啊，多谢。哎，好声啊，阿官。哎，这位仁兄，我长途跋涉，水壶里的水都喝完了，能不能请我喝杯茶呢？谢谢。我还要继续看路呢，谢谢你了。夏月初一，一批扶桑武士会带来锦盒一个，路经百里溪，内有惊天动地秘密。宋天杰，系，站岗，关龙，喐，出动。睇我唔到，睇我都当睇唔到。李国邦，喐，总舵主，你唔好客气啊。呢咁大件事，我点可以去啊？我都唔识武功嘅。你谦啫，唔系啊，总舵主，我哋都未分得全家去食海鲜啊！我冇叫你去，睇下仲有边个可以去。梗系细勇啦，你睇成个老虎仔咁样，想唔想炸？识做啊！梗啦梗啦，方世勇，有，去嚟，去咯去咯。目标是个锦盒，只要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红花遍地，视死如归。四九几好啊？四九仔。你笑咩啫？佢笑我咪大声过佢咯。唔系啊，人哋笑你最细啊。咁你几多号啊？我毛号啊，切，咪大过你。喂喂喂喂，记唔记得我同你讲啲嘢啊？记得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啊嘛。唔系啊，记得同我未婚都买丝巾啊。得啦，放心，拜托晒。老公，老公啊，人哋话第一次出门做大事，有利是噶，你利是是。多谢老婆。有冇搞错啊？我哋劈友啊！见红咪即系见血，我都唔信邪嘅，系咁啊！小心啊，老公，等你翻嚟食饭啊！呀，方世咁快可以派出去做嘢啦？咁快翻嚟嘅？奶奶，奶奶，你连翠荷都带埋嚟啊？长途跋涉，去我度嚟先。华姐嗰边啊？咁得闲嚟睇我哋嘅，放暑假嘛，仔女咧，想要去劈友，劈友，嗯，佢唔饮啲靓汤，边有嚟佢劈友啊？吓，咁犀利，长途跋涉都攞到煲汤嚟，系啊，睇过，好功夫喎，一滴都冇写。小心啊，搵地方匿埋啊！喂，你做乜咁急啊？Thank you.
帮你解月啦。喂，我下面嘅月道仲未解啊。哦。我未试过啊。试下啦。阿妈仲未教啊。我咩嚟啊？喂！小旋风文之郎，你老母啊，妈，想办法，我会咁喊过嚟啊！妈，我同你都被人点咗月啊，咁而家点算啊？解月人哋解噶嘛，唔好望我，我唔识噶。真系？阿妈又冇教，问下你阿妈啦。衰女包啊，想沟我个仔啊！救星道。你照住我咁吹吓，你同我解月，嚟啊，吹佢过嚟啊，睇准啊！老妈子，只蜜蜂黐住你喎！嚟啊，快啲吹啦！咩嚟啊？凤凰章。哎，老妈子啊，救星俾你食埋啦，咁点算啊？哎呀！正衰仔嚟噶，老妈子，今次我一定会好准嘅咧。
个衰女包得。啊？做咩嚟？哦，冇嘢。喂，妈，你点解会嚟嘅？有好多烂仔找你晦气啊！我哋睇下你点啊嘛。喂，下边个月点解啊？系督佢肚脐，你唔记得咗啦？方世玉翻咗嚟啊！咩？嗰个盒？诶，唔使担心，有我喺度。我衰得起。早知方世玉咁鸡，我叫总舵主派只狗去啦。都好，我屋企养嗰只狗都系叫方世玉。呢位先生，你俾人剃眼眉，剃懵咗，剃到你语无伦次。你哋呢班嘢啊，喺度食西瓜硬硬脚，叫我仔去劈友，劈到争你冇命翻啊，争你俾蜜蜂针死啊！出嚟行走江湖最惊讲一个字啊嘛，讲个钱字啊嘛，我知道，使咩吓吓佢讲打讲杀啊咁蠢啊？吓，你哋唔好开低大档，开农场代客泊车，或者系做娱乐事业。首相，我都未问，点解我哋九个兄弟出去执行任务，净系得你个仔可以翻嚟？放手，我问你，你系咪贪生怕死？讲，答我。咁你又俾？呢叫本能反应，唔系贪生怕死。我个猪佬你，用你老母！宇镇海，我失职我认，但你喐我老母，我就柄你。果然公私分明，有大将之风。你到几时都会出声？你咩职位啊？镇海，呢件事我自有分数。系，啱啦，我就话你知。陈老契，我哋咩职位？你哋纯属亲友。冇职位啊？咁我睇你搏咩？喂，陈老契，开讲都有话，小女子不可一日无才，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嘛。咁我哋又无才又无权，入黑社会唔通为咗兴趣啊？喂，咁冇着数嘅嘢，我哋制唔过喎。睇啊，即刻洗底退股，我哋翻广州啦。请请。妈，我哋要攞翻个锦盒。系，但系我送一打俾你。细玉，你讲得啱。为咗国家民族，天理公道，我哋一言。闪电啊！闩好啲门窗先，真安全第一好啦。师妹，你想点啊？今晚我哋不聚不散。哎，走先啦！哎呀，撞板咧！我早封咗窗。呢啲系你最中意嘅山西竹叶青，佢猪胆樽型，饮开又感知名。师妹，我唔识饮酒噶。啊，我就系欣赏你咁谦虚。好，我先饮为敬。师妹，你千祈唔好饮醉啊！你饮醉你出事噶，你始终系咁样嘅。你懂些晒啊你！你正正地咧，同我饮咗佢。如果唔系咧，师妹。你见点啲好啊？你唔出我啦！师兄，你今晚咧走唔出我手指罅啊！我哋咁落去系冇有结果噶。走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师妹，你保重啊！师兄，哎，你点解拎到师傅骨灰出嚟嘅？骨灰，我煲咗啲汤俾你饮啊，饮啖汤先啦，好嘛？唔得，俾人睇到会笑我噶。我都冇人。师兄啊，出嚟行走江湖最紧要讲一个字啊嘛，个勇字啊，饮啖汤先啦。唔得，我都保险啲，安全第一，我走啦，保重。好衰噶你！入得埋我去呢就越饮越有感情。
等你饮大咗，我方你唔肯应承。喂喂，嚟啊，唔好扎弟弟啦，嚟啊！喂喂，除咗感情之外，我要弥补喺心灵同心理上嘅创伤。唔方唔伤啦，当年师傅咧唔肯教我，就系教咗你本门绝招督背脊，记唔记得啊？冇人知我识武功噶，你懵大声啊！你咁系咪保值咩？喂，嚟啊！你教细佬督背脊啦，教我仔啊！咩话？第一房。唔係想捉我，我想同你講咯，要教我仔篤背脊嗰個點穴法咧。如果唔係啊，佢喺度好難企住腳噶。好準，點解咁快到房嘅？喂喂喂，呢啲嘢你千祈唔好話俾人知啊！我唔負責噶。热你唔除衫，不过练紧功。喂，我有啲嘢同你讲。如果咋？如果有个好可怜嘅女人，佢系有老公嘅，不过咧佢就莫名其妙咁咧就同第二个男人咧，佢就即系你知啦，即系同咧同男人即系有咗啊，咁佢值唔值得同情啊？咩话？咁即系勾佬。佢被逼噶，简直系中国妇女界嘅耻辱啊！呢啲咁嘅人妈荡妇，应该捉佢浸猪笼，浸完冻水就浸滚水，浸完滚水就浸强水，然后再攞去炸，炸咗之后再摆喺城门度晒干，跟住要剥佢层皮，挖佢心出嚟，然后再将佢剁去十八碌做人肉叉烧包，跟住攞嚟喂狗，等所有嘅人清清楚楚知道一个滥交女人嘅下场咧就系咁样噶啦！啊，奶奶啊！究竟呢个是边个嚟噶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去咗边啊？喂，师妹，你冇咁猖狂啊！你知猖狂啊，人命都搞得出嚟。咩啊？你自己做过咩事？你自己知。点会咁样嘅？喂，你想点啊？你下流！你叫我而家点出去见人啊？我嘅精子，我嘅幸福，我掹咗把刀，我嘅身材，冚唪唥都毁喺你嘅手上。你个肚，关咩事啊？你仲喺度唔认账？你做咗嘅嘢不负责任，唔得！哎呀！师妹，你谂下，唔关我事噶。就算我今日真系暗度陈仓，况且我冇啊。就算有啊，隔呢几日丢咁快大个肚，你用下脑，你用下脑好唔好？我点知喎？你各个男人嘅特性都唔同噶，我点知你会咁劲啊？放手！师妹，你冇咁冲动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听我讲。我帮你把脉，我帮你把脉先。系男定系女啊？吓，女人先头，三股掌。咩话？三股掌啊！嘿。这个锦盒是扶桑武士为皇上收集到的证据，你们要小心看管，过两日送上京师。是。安儿，安儿。你在想什麼啊？沒事啊。你們神不守舍，我們女子行刺陳交都失敗了，他已經有了戒心，再加上方小在他身邊，我們就更加落手。是啊，其他分舵都對我們起疑心了。我已經查出那個錦盒跟陳交的身世有關，裡面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們一定要搶到手，到時陳交落我的契仔都有把柄攞在我手。我现在最担心就是封诏书被我哥哥乾隆得到，又或者落在我下面的人的手，我就再不能够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。少主任，
梁广走读的女儿安儿很喜欢方世玉，如果派她出马，一定成功。哦，唔得嘅，咁咪即系害咗世勇，牺牲一个人救了全天下，你又何必责怪自己呢？追女孩子最要紧是直截了当，我们干脆安排他们俩见面。方世玉的情书我都帮他准备好了。可以，嗯，我先走了。细玉，咩事啊？可以，阿妈靓汤啊。好。趁热饮啊，细玉啊，帮契爷做一件事。冇问题，契爷叫我做嘅嘢一定唔会伤天害理嘅。当然啦，你一定唔会后悔噶。当然啦，究竟系咩事啊？你自己睇。嗯？乜咁粗俗噶？嗱，呢个沟字照字典上面嘅解释咧，就即系沟通咁解。点解用三点水呢？即是话如果沟通得好呢，自然就会水到渠成，沟字就是咁解啦。唉，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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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一俾婷婷知道咗，实死梗噶，唔得嘅唔得嘅。你代契爷沟女啫，唔会对唔住婷婷噶。啊，咁又唔同。系啦，契爷，究竟系边个女仔令到你咁冧呢？唉，我唔系冧佢，我只系想要佢一啲嘢啫。啊，咁系爱情定肉体啊？衰仔，系个感合啊！我知佢冧你多过冧我。所以只派你去啫。诶，讲来讲去，究竟系边个女仔得噶？系两广总督孙士毅个女安儿。诶，我都唔识佢嘅。不过你叫到，好啦，我去沟啦。慢住，我沟。我唔得咩？得，就真系唔得你。系喎，你个样真系问啲喎。总台主，上次佢已经失败咗，今次冇嚟派佢嘅。李慈，等我抢翻个九合翻嚟。而家红花会上上下下都入晒黑名单，你冇咁容易入到总督府。只有细咗个底就最干净。契爷，你放心，我今次一定掂。如果你掂，我帮你拆成西鞋。咁连买定个鞋箱都得。如果你唔掂又点啊？我三日之内一定攞到九合翻嚟。我问你衰咗又点啊？我放世玉自废武功，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。关关追求在河之洲，苗条淑女君子好求，求之不得辗转反侧，情场浪子方世玉。今日摆明想追我，哎呀，春花你好可爱啊！人工啊！你唔会反对我同红花会嘅人来往嘅，细玉佢想约我见面啊！佢今次约你见面，一定系不怀好意。唔会噶。好，你够唔够胆同我输赌，睇下我哋两个边个啱？好啊，点赌法啦？妈，你记得帮我瞒住婷婷啊！女我最拿手。哦，喂，而家我沟定你沟啊？喂，你记唔记得我教你个绝招啊？咩绝招啊？单刀直入啊！你啜佢啖先，如果系咗你嘅人啦，就乜都听晒你话啦。当年老豆都系咁样征服我噶咋？真嘅？睇佢啦。好，单刀直入。姑娘，攞个嘴埋嚟。你再讲多次啊！不系你啊！你讲啊！妈，讲多次啊！阿婆，讲啊！张恶你一啖啊！个衰女包虽然锡唔过，我你做咩？遗传啊！系国家大事为重啊，仔，快啲去啦！啊！好！哎呀！仲嗲你唔到，阿妈我嗲咗佢咧。阿弥陀佛，喂，个衰女偷走。喂，做咩事啊？阿弥陀佛。
你唔使咁驚啊！你正話做咗件好事啊，佢行咗好耐噶啦。係，啊一係錫埋啲渣啦。媽，媽，你教我啲絕招都唔掂嘅。或者佢唔中意男人咧？係咩？你真係中意我啊？係啊。咁你會娶我？冇問題。不過我有個條件。咩條件啊？我要個錦盒。好。阿爹三日之后会为我举行比武招亲，到时你打低所有嘅人，然后当众对我话你爱我，杀你！博水，各位英雄豪杰，小女安儿今日摆下呢个擂台，就系想睇下佢心目中嘅如意郎君点样为爱情搏命。规矩好简单，边个有本事攞到花轿顶上嘅绣球，嗰一个就系我嘅成龙快婿啦。普世玉呢？点解仲未见佢嚟嘅？呢个老婆我娶硬，你讲清楚，系你老婆定我老婆啊？系我老婆。你哋唔使争啦，我唔系嚟娶老婆嘅，我嚟娶妾侍嘅。排名要分先后，陈李张黄河，等系我先行先啦。广州高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出嚟行走江湖咁耐，都未人试过咁威啊！妈，我都未试过带住咁大班人一齐沟女。你嚟做咩？沟女？征婚啊！迟到唔俾入。系咩？小姐，等咗我好耐啊！啊，恨得！哎呀！退出，我俾一万啦你！你退出，我俾一百万啦你！系啊！妈咪咩？我同你唔系讲金，系讲心噶。我唔中意见到你哋啊！全部落去。
先下手为强，我咁易。你上得嚟了咩？我唔理边个娶你啊，我咯，佢唔会中意你嘅。哎呀，你真系中意我？必要时系打尖。你点？你一定要娶我啊！去，我硬系要阻住我办大事嘅，行开。有答应承过你的嘢，几时有得拖啊？两截胡，你答应承过我的嘢？我答应承过你的嘢，一定会俾你的。真潇洒。哇！好，你好爷，我识点做。喂，唔该晒啊！拧个头过嚟，点解唔敢望我啊？哎，唔好上，系家嫂啊！望住我啊！喂，做咩啊，老婆？咩事啊？好彩我跟踪嚟啫，如果唔系俾你呃成世，我恨你！喂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先啦。你讲啦。其实我系想做国家大事啫嘛，你都想我做大事噶，系咪？听啊！喂，冇仔生噶喎。你自己攞嚟噶。老婆，小心啲啊！唔使理你啊！老婆，听我讲啦！我唔会信你嘅。喂，佢系边个嚟噶？佢等我话你听啦，我系佢老婆啊！吓，不过未过门嘅。算啦，我唔介意嘅。我介意啊！都会死嘅喂！放开我啊！
跳嚟做咩啦？死啊！你哋班嘢，冚家富贵，吕大侠，请你以大局为重，暂时丢低儿女私情啊！嗱，我而家同你跪低啦，我求下你，为咗国家着想，为咗世玉着想，吓你蚀第一次咁多啦，我求下你啊，吕大侠，吓你俾一个面啦，吓一个唔够，俾够两个啊，吓两个唔够，俾够三个啊，三个唔够，俾够四个面，祝你哋新婚快乐。俾我五個面，永結同心。我俾個六個啦，唔該你啦。哎，六個唔夠。俾個八個面，八個唔夠，俾個九個面啊！你唔好咁啦，我受唔起噶。係咪呢杯落嚟啊？啫，乖啦，乖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女婿。好嘅，好嘅，好啊。唔該你。聽唔到喎。我愛你啊！却偷望，爱恨背后有悲伤，如何面对苦怨？唉，牺牲都不理，只因爱也因恨，究竟一生价值有几多？求你唔好再唱啦！细玉都系为国献身啫，细玉咁样俾人侮辱，你啲罪应该系做妻子嘅首先啱噶嘛？其实你都知我系红花会嘅人，点解仲可以用金盒同我交换？因为我中意你咯。好，我最欣赏啲咁坦白嘅人。大家都唔好嘥时间，嚟一物换一物。你以为感情可以攞嚟交易嘅咩？冇所谓啊，你肯买我肯卖。呢啲系你要嘅嘢啊！原来乾隆同契爷亲兄弟，如果俾于振海知道，咪大镬。妈，封晒滚远。竹爷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哋走得咁快，想去边啊？少爷，好女婿，你太对唔住安儿，我都唔嫌弃你系红花会嘅人。切，你高攀得起咩？佢系你女婿，咁我系你边个啊？大家兴趣都唔同嘅，天下本是一家。既然两边都一样，不如你跳槽过嚟红花会，我收你做僆啊！你要我个女定系要个锦盒啊？锦盒，捉住佢！好埋靓，多多手得起啊！我要擒贼先擒王。妈，系。哇，绝体！喂，好大支炮啊！喂，哇！睇下你厉害，定系我支炮厉害？点火？点睇？定啲，一爆即走。你唔知嘅喎。小心！哎，妈咧？我喺度，停手！爹，你要佢死定我死啊？你系咪一定要救佢？系，我已经系佢嘅人啦。啊？你系话冇失身嘅？好啊，坐住先，顶下档嘅啫，底下谂啦。喂，爹，放咗佢哋啦。走开！请恕女儿不孝。你走啊！有咁远走咁远啊！走！多
常威过你老豆。孙女包咁大方，法会于振海嘅人。安全第一啦，系啊，契爷，我讲得出做得到。你要嘅锦盒，我已经攞翻嚟。你果然冇令我失望。喂，做咩啊？想点啊？哦，你想毁灭证据啊？咩证据啊？里面话你系奸淫老娘、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、卖友求荣。批空公款，逼梁围昌，所有坏事你全部做尽。我一人已经算出位啦，石玉，你仲犀利过我。放石玉，你含血喷人，根本就攞唔到个锦盒。好，就当你威我。证据呢？个锦盒冇错，就大家都有眼睇。冇错，呢度的确有好多人，但系全部都有眼无珠。石玉，你攞唔到个锦盒就唔好乱噏嘢。有时乱咁噏嘢可以救到人嘅。你老母做错嘢仲喺度驳嘴，你记唔记得？你话佢攞唔到锦盒就自废武功啊？系啦，自废武功啦，系啊，系啊嘛，做咩啊？喺度，喺度，废武功啦！大家唔好嘈，坐喺度，等我嚟废佢。乜你真嘅咩？契爷，你真系要喐手？你读过帮规嘅？一人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国有国法，邦有邦规。手嘅话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佢。石勇，嗰陈台地搞到我仔咁样，佢真系搞到我仔咁样，我遇到佢系死过，死人陈台地。喂喂喂，师妹，你有几多把刀？师妹啊，喂喂，你冇咁激动啊，石勇手筋脚筋都未断到，总台都每一件都留三班位噶，系咪真噶？梗系真噶啦。喂，醒啦，喂。细玉，细玉啊，细玉，细玉，妈，将佢交俾契爷。哦，原来嗰晚仲未烧嘅。哦，原来总台主同乾王两兄弟嚟嘅。咩话？系，俾雨阵知道咪大镬，安全第一，烧咗佢。喂喂喂，可以用佢嚟同乾隆讲数噶。
反正復明都靠佢。咩？丽芳，弊啦弊啦，于振海带咗成班人嚟噶。喂喂喂，安全第一，走后门，快啲！等等我先。喂，跳上俾身个汗。队友，点要秘笈？哎呀，好啊，师兄，快啲走。喂，你走啊，俾队队友我熟嘅咋，你走啊，俾喂翻小母走啊。我哋要过嚟。放石勇，你同我躝出嚟！你个方在此，俾招！冇胆鬼，你都做大戏啊！好，我要做出好你面睇，我捉住佢！乾坤典雨大法，爱佢未婚妻，你一定要救佢翻嚟啊！皇上喺边？讲，要救命啦！司令，司令，皇上一定喺嗰边，追，系。乾隆纠缠嘅秘密可以瞒得过红花会嘅兄弟咩？你大势已去，方世勇已经变成个废人，苗翠花只系剩翻半条人命，李国邦已经身首异处，今日我就要同红花会清理门户。个人嘅生死事小，但系红花会系唔可以落入一个心术不正嘅反贼手上。我死都唔紧要。我想他们死就不是几好了吧，同你不要他们的命。中堂主，雨桐，你中堂主，你做大狗，岂有你这个？现在我才是中堂主，我命令你即刻放下把剑。我陈家乐虽然是满洲人，但我是吃汉人的米长大，如果今天因为我而令到任何一个兄弟受苦的话，
大人，我喺九泉之下又点可以面对老陀主？喂，兄弟，今日我终于坐上咗呢个宝座，可谓众望所归啊！咁舵主，仲有一个唔肯跪啊！就系佢啊！放佢落嚟！我记得有人讲过，话每个人都有本能反应。今日我仲要睇下你有冇呢种反应啊！避啊嘛，睇你点避。你放心，你个仔未嚟之前，我系唔会整死你嘅。乾坤点穴大法，妈，细玉，有冇妈嘅消息啊？唔知道，阿妈同埋溪爷，佢哋而家点？边个？我是你干爹的心腹，他现在被于振海关在监牢里。咁我爸呢？你老妈被吊在广场日晒雨淋。只剩下半条人命了，妈！细玉，你唔好咁激动啦，红花会仲有好多好兄弟，你妈唔会有事噶。那里还有什么好兄弟呀？自从总舵主被关进地牢以后，有点良心的都已经洗手不干。现在的红花会已经变成贼窝了。你生仔，你生个不孝仔啊！放细玉嘅缩头龟，佢唔够胆嚟救你嘅，你死一条心啦！
老母，讲细玉，你知唔知道点解我要俾呢条命留到而家？就系要亲眼睇到你，好似咩烂泥咁，俾我高高在上咁踩住，踩到你翻唔到身啊！头顶天，脚踏地，有本事踩住我咩？知唔知道做英雄嘅代价系乜嘢？会死啊！我仲未知佢死字点写。想救你老母，我咁易。冯世玉，今日要你两母子同归于尽。Thank you.
坐唔穩㗎，我都話咗坐唔穩㗎啦，有官兵嚟啊，快啲走啊！ 送君千里，终须一面。咁你咪出年暑假再出嚟探下陈陀，陈陀主啦，咩陈陀主啦，陈陀主，对唔住。细友，你真系唔肯留低帮我手？七爷，我已经决定咗退出江湖啦。吴后生就退休，你唔觉得可惜咩？咁啊唔系咁讲啊，佢为咗慈善咧都可以复出嘅，可以考虑。咁啊系，后边嗰对绝代双骄，你搞唔搞得掂噶？ 好现冚啫，真系。妹妹啊，我送呢份礼物俾你啊。唔得，我做细噶嘛，应该你收我呢份先啊。唔系咧，你听我讲啊，呢件系细玉嘅全家之宝嚟噶。你呢件系全家之宝？我呢件都系。乜全家之宝有两件嘅咩？啊，出嚟行走江湖最紧要讲个礼字啊。礼多人不怪，呢个系假宝，玉叫就系陈陀子你有一只系少少意思，不成敬意系。咁浪费啊！ 一人一个，哎，个个都有份噶啦，吓、啊！原来呢啲就系全家之宝，细勇！哎呀，死啦，七爷，我走先啦。细勇，你乜嘢？哈！陀子后会有期，阿嫂你保重，你都保重啊！保重啦！哎呀，安全第一，走快啲！细勇，你咪走啊！ 陪伴相依的日子，什么时候再来？